分子，有请相公。幸而相公他老，他在这里，幸而你小姐呀，你是烈若呀，多烈些，乃红尘下来的些，一道的不离的。正有路苦人白扛，一切都好。花径庭院可有当扫？当扫好了。大帘门可有开上？早已开上。他怎么还不来呀？不知徐相公可为什呀？原是真来。徐相公几日不来？以青儿之见，还是让我把雨伞送与他去吧。青儿，你急什么？徐相公原是未来的，他是不是未来？你正是他一定会来呢。徐相公乃是人才君子，忠于子人，正为谁呀？哦，这样子嘞，他是中了你的心了。青儿，小姐，我到大门口等徐相公去了。昨日我上与他同宿，他算姨娘多，自然一批。我托青儿所言，道别他的美意，恐他偏偏问人，这世人羡慕，令你欲把三家给我们，他真是多情多欲。小姐，小姐，他来了。青儿，你在？啊，徐相公来了，是我未开元年，老妹登门万庆元年。哎呀，徐相公咋这过来？我家小姐可是要被挖了。相公请，小姐请，只因爹母自尽亡了，许仙来迟一步，是小姐登进，怎为老去？他谦虚了，相公把房中取空来吃，倒是我心中不安。哪里哪里，青儿他哪去嘞？啊，我老叫的是死地方，一杯水酒，我做挂子。Thank you.
在归我里多情人家谁也不认西天的雨把脚踢三生有缘的姻缘好
在听过一段白蛇传定盟之后啊，下面我们要听的一段也是神话剧，听众新先生点播粤剧海明珠当中的片段，一起来欣赏王志平的表演。